蓝鸟，查尔斯·布考斯基。我心里有一只蓝鸟，想飞出去，但我对它来说太金钱了。我说，待在里面，我不会让任何人看到你。我心里有一只蓝鸟，想飞出去，但我把威士忌倒在它身上，吸入香烟烟雾。妓女、调酒师和杂货店店员永远不知道他在里面。我心里有一只蓝鸟，想飞出去，但我对他来说太金钱了。我说，待在里面，你想把我搞砸吗？你想把工作搞砸吗？你想毁掉我在欧洲的书销量吗？我心里有一只蓝鸟，想飞出去，但我太聪明了。我只在晚上每个人都睡着的时候才放他出去。我说，我知道你在那里，所以不要难过。然后我把他放回去，但他在里面唱了一点歌，我还没有让他死，我们就这样一起睡觉，我们的秘密协议。这足以让一个男人哭泣，但我没有哭泣。你呢？